是啊，毁灭世界的气氛还真是挺酷的。朱老先生说的对，青毛狮子对玉帝的力量一无所知，他承受不了。如果我们不阻止他，整个世界就真的会被毁灭。唐师傅，那卷轴你可修好了？有本大爷精心修复的竹简在此。你是认真的吗？这也叫修好了？哈哈哈，没有什么东西是胶带修不好的。太好了，现在咱们就去把孙悟空找回来。等等，小叶，你怎么知道孙悟空他还……什么？没事的，那可是孙悟空，他可是坚不可摧的。愿如你所说，没人知道进去后会碰到什么。如果这胶带法宝有用的话……哦，这是胶带，不是法宝。总要试一试，换作孙悟空，他也会为我们这样做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必须试一试。嗯啊，真不敢相信，我又要去为悟空卖命。什么？你也要去？如果他真的迷失在破碎的记忆里，还有谁比曾经经历一切的我更有把握？何况凭你对西游传说的那丁点了解，我看玄。什么？你的评价很苛刻，但是中肯。好吧，走起。